杜老师，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哎，今天放假你怎么来了？我就是给这三棵树浇点水。要是种不活死了，咱们也对不起佟局长的一番苦心呐。是啊是啊。杜老师，说实在的，你挺让我感动的。你总是这么默默无闻、踏踏实实的工作，你知道吗？ 欧小老师对我说：“咱们的教育瘸腿了，只剩下教书本了。可是你的行动证明了不是这样。”杜老师，我从你身上学了不少东西啊。张老师，你别这么说。我就是看着理科班办成这个样子，心里着急，总觉得不改变一下会误人子弟的。 对不起这些家长们，可是这怎么改变，我也不清楚，只好用家访这种过时的办法。杜老师，你别这么说。如果不是你的家访，我还不知道有佟局长这样的好家长。如果不是你的摸底调查，我还不知道咱们理科班还有这么多的好学生啊。 张老师，顾兵他怎么回事啊？可能是压力太大了，一时糊涂吧。像他这样的学生还不止一个。有不少学生在原校学习的时候表现还不错，结果进了预会，进了理科班就不一样了。这确实是个问题啊。 张老师，现在理科班到底要办成什么样子，大家议论纷纷的。你简单的跟我说过，你想让学生和老师都一起搬进来住校。我虽然不知道你的用意是什么，可是学校里要是同意了，我愿意第一个搬进来住。谢谢，杜老师。 哎，娘俩客气，你们先吃吧，别等我了。哎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张一白，你给我评评理。 今儿中午我辛辛苦苦的赶回来，我把饭给人家做好了，给人摆好了。你说你吃完了，你把这脏碗脏盆你给我洗洗行吗？这虾你给我放在冰箱里行吗？臭了怎么办呀？我刚说了两句，这就窜了。你说，就算我是一兼职的老妈子，我也没这么操心，没这么受罪吧？你告诉过我吃不完放冰箱了吧？再说了。 我本来就没胃口，这才几个破虾，你就唠里唠叨个没完了。我看我这是青春期遭遇更年期了，我也遭遇两期战争了。那好，你让你爸看看你那青春期的房间行不行？被子不叠，臭袜子脏了也不往洗衣机里头放，就是内用过的卫生巾还在床头放着呢。你说你一女孩子，你这又怎么了？哎，你非要把我锁在这儿，逼我温书看书的。 这些事情当然得你来做了。哎，这才几天啊，你就喊操心受罪了，以后啊还有你受的吗？我是真不知道爷爷奶奶怎么带的你。
怎么是这么一玩意儿？你才知道啊！看我不顺眼，后悔了就把我给送回去呗。我都后悔生你了。哦，对了，以后啊，有你后悔的时候呢，不信就等着吧。张一白，张一白，你听听，他这是人话吗？他这是一孩子说的话吗？啊！不生气了，不生气，来，消消火，消消火。你老跟我说，你说让我跟他好好说，我苦口婆心的跟他讲，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我单位还有会展，我自己感冒成这样，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回来给他做饭，你说我这样我就没感动他是吗？你说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他的？你说，这要是一场战争的话，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刚从家来啊？我不是从家来，我是从医院来，我去看林磊了。你有什么事吗？啊，张老师，我等您都快一上午了。苏晨他也该送进医院了。怎么回事？啊，现在不是放了假吗？前天我上班，中途回来看他干些什么。我一进屋，发现他人不在了。我们全家人，加上亲戚朋友，直到昨天晚上才把他找到，他竟然不吃不喝，在一个网吧里打连线游戏，整整打了36个小时啊！啊，张老师，我是来问问您，你们以前发现过他有这种迹象吗？他可是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呀，我怎么一点都没发现过他呢？啊，张老师。这个网瘾和吸毒一样，是很难戒掉的呀。他这辈子毁了，我这辈子也毁。老苏，这种事儿一两句话给你说不清楚。走，咱们到办公室谈吧。走。这就是一般苏晨的父亲，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成天在咱们高中部啊提前为儿子听课，这全校的老师啊都认识他了。您说这孩子变成这样，这家长非急死不可。是啊，咱们家仪容那儿也锁着一个呢，整天折腾得要死要活的。大壮，你说说看，咱们这俩理科班的孩子到底怎么办？校长，这不光咱们这俩班呀，现在这学校只要一放寒暑假，这家长啊提心吊胆的就跟那防贼似的，连这公安局也得对这相关的场所进行重点监护，大家的神经啊都绷得紧紧的。校长，我看一白的做法呀，不管有没有可行性，可至少啊算是对了症。爸妈，你们怎么来了？怎么了？我们怎么不能跑来呀？我们来探监来了。瞧你们说的，走吧，上楼说去。哎，有话咱们在这儿说清楚了，省等会儿上楼当着一荣的面，咱们都没面子了。我说，有你这么干的吗？啊，木木他是犯人。怎么一打电话就哭，一打电话就哭呢？行了，瞧你们俩跟丢了魂似的，我知道你们干什么来了，走吧。你知道又怎么样？
你知道又怎么样？你，我跟你妈越想越生气呀、啊。想当初，你们一个去了山西，一个去了美国，是谁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木木拉扯大呀？上回你们用条狗换人没换成，这回凭一张考卷，把人就理直气壮的给我压走了，好像我们没管好他的学习似的。多少年如一日啊，我们接送他上学下学，上这班上那班，回了家没名没夜的看他做作业，我们对他学习抓得不紧啊。张一白，算算老头子，跟他嚷嚷有什么用啊？他能做了人家易容的主吗？要我看呢，人家借机把人接走是有预谋的，老爷那儿说话也该退了，身边要没个人，两口子还不是和咱俩这几天一样吗？钻到屋里没个着落似的。行了，别胡思乱想了，你们俩是来探监的吗？分明是来劫狱的吗？来劫狱怎么了？来劫狱又怎么了？他们家倒合适了，给咱们俩容易吗？木木电话里哭一回，我和你爸爸就哭两回，把话挑明了吧，放不放人？对，把话挑明了，你上楼和易容商量放人，我给你台阶，我这儿等着。哎呦，有那么严重吗？喂，什么？你别着急，我马上上楼。得，你们用不着劫狱了，人已经跑了。易容，一白，爸妈，我正给你打电话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人你不是一直锁着的吗？是啊，怎么能跑了呢？我怎么跟你们说呢？我中午回来的时候，我看他情绪挺好的，他跟我说啊，下午想去游泳。那我一想，关系也不能太僵了吧，我就把钥匙给他了。可是下午呢，我一下班回来，我一看旅行包没了，换洗的衣服没了，我抽屉里的3000块钱也没了。我，哎，什么？爸，什么？别着急，别着急。一般，不是，你没看见他留个字条什么的？没有，我找了。给你爸打电话了吗？当然打了。哎，对了，你那套卫星定位系统不是正好派上用场吗？你别给我提那个什么卫星、什么定位系统了，没准就是因为这个定位，他才下决心出走的，你知道吗？怎么回事？你看看，手机给我放在家里面，底下专门压一晚报啊，这亲子宗。秦子宗他上广告了。你们这说的是什么？什么？不是爸啊，没事儿，什么事儿没有，别着急啊，别着急。我说什么来着？我警告过你，这套对付恐怖分子的招不灵。怎么着？把拉登给得罪了？你给我闭嘴，张一白！什么时候了？你给我还犯贫啊你？你怪着我吗？你一出事就全怪我呀！你记不记得张木早就跟咱们俩说过，你们俩会后悔，会后悔的，会后悔。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早就下决心出走了，你知道吗？你们说过了没有？啊？你们说完了没有？你们还我妹妹，还我妹妹！行，找着了你拿走，我不要了，行吗？还我了。行了，吵破大天，这人我能给你变出来吗？那你说怎么办呢？怎么办？找吧，满世界找吧，赶紧。对对对，咱们先从附近的地方找起啊。机场、车站、水路、陆路都是重点地区。哎呦，别跑到外地去啊！是，对对对对，快走快走。啊！
找一找吧，谢谢啊。我还是给大钟打个电话，让他叫学校老师一起去找一找。哎哎哎哎，怎么你还嫌不够丢人啊？要不要打个电话给世芳，让他喊教委的人一起帮着找？嗯，按理说，木木他不应该是这样的呀。你看，从小学到中学，每个学校对他的反应都说他表现很好。学习成绩也没下过前十名，怎么突然一下子变得这么让人不能相信啊？连离家出走他都学会了。老头子，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说这话有什么用啊？人没了，咱们俩人就在家里这么干等着。你要怕丢丑，那我就打个电话给大钟，他可是咱自己人啊，让他开着车就拉咱们两个人去找，这不行吗？别别别，嗯，那儿，什么呀？电子邮件。电子邮件。找一个小女孩，你没有看见啊？你们好好想一想，有没有看见？就是她个子这么高，瘦瘦的，剪发头。不好意思，真的没有。啊，你们能不能好好想一想？好好想想，都没看见。你说我们要不要报案啊？报什么案呀？失踪不到48小时不立案，走。喂，妈，什么？啊，好，好，好，我马上回去。哎，一白，木木给姥姥留了封信。走，快。啊，信呢？人事肯定已经走了，信我帮你们打印好了。对，你们自己看。看，哟，给你看了。哎，亲娘，来坐下，快坐。别着急。老爷姥姥，你们好。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你们收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家走了。我想来想去，还是决定给你们写封信，因为我被迫离开家，跟我姥爷有很大的关系。小时候，别人就羡慕我有您这样一位名声赫赫的姥爷，无论在小学，在初中，老师们一听说我是杨乃农的外孙女，就对我另眼相看。我洋洋得意过，也受到恩惠关照过，但后来我发现这种恩惠关照远远抵不掉老爷所给我带来的负担和重压。在班里都考了第三了，老师还说要再努力，因为你老爷是杨乃农。我妈从美国打长途来，也责备我给老爷丢了脸，让爷爷奶奶严加监管。为了能考到第一，为了能给你们光脸，很快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窍门。我在考场上偶尔作弊，老师竟然装作没看见。不仅如此，可能是我在的学校有求于老爷吧，考试前老师们都会给我做重点讲题，只要我再主动一点，他们甚至都会透题给我。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便学会了怎样应付考试，怎样应付你们。我的真实成绩和水平也只有自己清楚，恐怕真的像我妈说的那样，连考个大学都难。我就像在给你们编造着一个弥天大谎，直到今天，这个谎言终于要戳穿了。她一样觉得自己白辛苦，特别委屈。可是我的委屈又要到哪儿去说呢？你们还别觉得给了我多好的条件，我除了被你们逼着看书、背书、温书、考试、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外，长这么大，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童年。那种戴着红领巾、划着小船、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生活，我就在歌声里面听过，在电影里面看过，连参加过的夏令营都是实际上的补习班，对不对？前天我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她小时候有多苦，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只能跳跳皮筋。说句心里话，这要算是苦日子，我倒宁愿换换，也不愿意过现在的好日子。她还总是说全家人都是围着我转，我还觉得自己像一台一拖溜的空调呢。你们嗡嗡嗡的转个没完没了，就不想想我根本就拖不动你们。我再也受不了了，你们也可以停下来了，六位也别喊冤叫屈，我变成今天这样走上这一步全都是叫你们给逼的。真的，相信我，我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块料，你们的这个期望那个目标我做梦都达不到。我只想做一个 DJ， 一个快快乐乐的 DJ。 如果说爷爷奶奶那儿还有我一点点童年欢乐记忆的话，如果连留在那儿那么一点自由你们也要剥夺的话，我只能选择走了。我将去一个没有你们的地方，你们也找不到的地方。奇怪的是，此时此刻我心里对你们一点留恋都没有，有的只是获得自由了的高兴。我走了，以后或许会跟你们联系的。都怪你们，非逼他回去不可，把这逼没了吧。这是咱们该报警就报警，你先别这么着急好不好？是啊，亲娘，别急，来坐坐坐，先坐下啊，别着急，来来来，坐坐坐啊。哦，对了，易容，刚才我跟你妈琢磨了半天，这个 DJ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啊，这到底是个什么新名堂？音乐主持人。主持人？哦，这是啊，他不想念理科班了，想当主持人。是啊，这孩子平时一直喜欢唱唱跳跳的。哎，这也合情合理啊，主持人也是份理想嘛。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这谈凤凰呢？我告诉你们，这个 DJ 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叫 Disco Jockey， 就是在迪厅里边放唱片，带头起哄架秧子的人，他的理想就干这个。对呀，这不就是线索吗？嗯，线索？什么线索？你快说呀！那阿华。什么阿华？那个阿华不就是个 DJ 吗？什么阿华 DJ 啊？迪厅里边那个阿华给他写过情书。必须。对。快，在迪厅里边。哎呀，咱们也别在这傻站着了，走吧，老头子，追呀、啊！Just chaos. Just chaos. Just chaos.
给你一百。看看哦，还有卖毒品的哈，这真成了鬼狼窝了。这什么地方啊？咱木木会在这儿吗？啊？哎，你们说，这木木他愿意在这么个地方放唱片吗？是啊。不管怎么说，咱们先找找看。好好。我跟你说，猴子，要找到木木，我们全民打死。行了吧？我这说这话。这就像开了一个全国家长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一个宣言，就一切为了孩子。回去以后呢，家长们统一口径，对孩子说：“你们只需要抓好学习，其他的一切事情包在我们身上。”结果呢？结果就是今天这样，人是找回来了，可是无尽的苦难又开始喽。不管吧不行，一管就跑。不跑也可以，别提清华北大，更别提你的美国母校，咱们还是 DJ 吧。站一排，再胡说八道，我就跟你离婚。怡蓉，宁海，爸，叫校长。校长，天儿这么冷，你在这儿想什么呢？想什么？想你们那个理科班呢。哼，原来我们是在办议会特区，后来呢就改成了叫议会灾区，这回好。我看得叫集中营隔离区了。其实啊，仔细想一想，如果没有70年代末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今天。
老百姓也不可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现在这些独生子女一波一波长大了，他们在想什么，干什么，想学到什么，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当家长的，应该怎样教育他们，培养他们，让他们像我们的校训一样成为国家的栋梁。有谁能够真心实意地站在他们的角度替他们想一想？校长，您想过吗？这就是你想出这个偏方来的理由。可是你想过没有？你这么一来，人家父母爱子女的权利都给你剥夺了。其实我还真不是想出来的，是这帮宝贝儿折腾的我防不胜防，没辙了逼出来的。我也比较了自己的成长过程，有一件事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有一年吃年夜饭的时候，我盯着盘子里边一块最大的红烧肉盯了半天，刚想动手，结果父亲一筷子夹给了妹妹。其实这一筷子就在教我做哥哥的责任了。一荣小时候其实挺娇惯的，可是我记得一件事儿，就因为一根冰棍儿没有给天竺，结果天竺就哭闹起来了。你不是也让他到院子里边站了很长时间吗？这种点点滴滴太多了，可是我们就是在这种点点滴滴中学会做人，成长起来。现在这些孩子最缺少的就是这种成长的环境，光背一背雷锋事迹就能当雷锋了？什么素质教育啊，道德教育，用在他们身上不起作用。为什么？再说说咱们家张牧，其实啊，平时表现还行，说得过去，可是呢，一翻脸，伸手就要钱，而且理直气壮。你再看看，他把那只小狗扔到窗外，活活摔死，眼睛都不带眨一下。我现在想起来，头皮都发麻。想来想去，孩子是无辜的，错在我们。现在不是有句口号吗？叫做“一切为了孩子”，是这样吗？我看是一切害了孩子。校长，您说这种糊涂的爱不应该被剥夺吗？可照你这么来啊，万一这帮孩子通不过中考，进不了玉慧高中，那责任就大了。你看，说来说去绕了一大圈又绕回来了。校长，这帮孩子啊先天有缺陷，而更多的家长只知道逼着他们学习，都快把他们逼成废物了。如果我们连点责任都不敢承担，你说他们还有救吗？是，您说的没错，功课不能落下，这很重要，但是学做人这一课他们缺了，一定得补，就是恶补也得补。还得说咱们家张牧，你说这是找回来了，如果找不回来呢？失踪几个月呢？会怎么样？都快长大成人了，好坏不分呢。那少管所只是给林阳一个人开的吗？
要不这样，我们折中一下，不要关大门签合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校长，别人不说，就说我爸我妈，这帮老人那可是真糊涂啊！一说要住校，不说跟着一块搬进来，也得跟着当全职保姆，那你说跟现在有什么两样？再说了，既然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折中的办法解决不了。这些孩子身上所缺乏的，不是哪家哪户单个就能解决的。如果学校再这样一味的追求升学率的话，那就是推波助澜，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您说的英才教育，那就是一句空话。是啊，以前人人都在议论一家一个蛋的长啊短啊，可是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你看，我们又是反思了全科全能式的苏联模式，啊，又是考察了印度软件业的成功教育经验，费尽了心血，办出了这么一个理科班，想完成向英才教育的转换，可是谁知道就在这个班里，把所有的问题全都放大出来，集中出来。哎呀，看样子不用你的偏方，也没什么别的招了。但是理科班一定要办下去。你呢，关起门来，爱怎么折腾随你。可是我要送你四个字啊，不是张扬。能领会我的意思吗？明白了。哎，校长，有件事儿，你还记得吗？你给过我3万块钱，我到现在没有给家财叔。怎么了？是不是找不出理由，怕他们不肯说？算是个原因。还有，校长，你看能不能把这笔钱作为林阳的戒毒费？戒毒费？他人在监狱里，怎么戒毒啊？不是，是这样啊。现在有种做法，就是未成年罪犯啊，可以监外矫正教育。现在我们已经摸着这个正根了，那为什么不把他接出来，接到学校里边，边改造边教育呢？哎，张一白啊，你这不是在得寸进尺吗？你，我只是觉得家财叔真的很可怜，他总是一个人流着泪看林阳小说的录像。再就是站在监狱外边那座山上，他脚下那块地让他踩的都不长草了。校长，咱们就伸把手帮帮他吧。你这不是伸把手帮帮他，你这是当救世主。刚才我还问你领会我的意思没有，你还说你明白，你这叫明白？就这将来我们怎么样还不知道呢。你要是把他领来了，那这也不是隔离区了，成少年监狱了。张一白啊，张一白，你这个人，你这个脑瓜子在有些问题上是特别灵活，在有些问题上特别差劲。校长，得，你要这么干下去啊，我这个英才教育是想也别想了，可你那个矫正教育啊，也根本没门儿。无论多少次跌倒，无论怎样遍体鳞伤，无论多少次错。
你真打算对这帮宝贝们实行军事化、军营化的管理？对啊，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我认为一个人学不会，都不能去。大声点！我认为一个人学不会都不能去，这不公平。什么叫公平？任何一种管理规定，都是建立一种游戏规则，在规则的范围内，对每一个人一视同仁，这就是公平。